小朋友们，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以前，一定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和关注哟。小迷你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豆子姐姐，我是花龟姐姐，我是花花姐姐，我是天天姐姐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行惩罚特辑，我们一共要进行五轮游戏，每轮游戏结束之后，落后者就要接受惩罚。游戏开始。哇，竞争好激烈。扁桃仁儿，这明明就是奖励。
人外面包裹了、哎、我觉得不会好吃、嗯、我觉得也不会好吃，不会好吃，我不想吃，我也不想吃。你要跟我一起接受惩罚吧，看看，我也想看看这什么颜色的，哎，挺甜的，这蓝色的你看挺甜的，感觉闻着挺甜的。哦，你叫我我怎么没跳起来呢？没了，没有了，我跳起来了，别跑了，我也没跳起来，我也没跳起来，我跳起来，跳跳跳，我这个没跳起来，黄姐姐这个也不苦也不甜也不酸、哎、好好也不辣，这巧克力味啊，嗯，巧克力味、嗯、哎，啊，这像不像花生，哎，像不像咱们以前吃那个三加二饼干柠檬味里面那个夹心儿，嗯嗯嗯，但是我想问这并不好吃，我感觉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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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，不好吃，我想吐。姐，你们既然这一次这么统一让我接受惩罚、嗯、我觉得我要有一个报复的机会，要干嘛，所以第三轮还是团队战，你们四个人、嗯、还继续 PK 我，我们用脚进行石头剪刀布，你们还是像刚才一样两次机会，如果其中有一次机会都赢过我了、嗯、你们就通过 OK 了，好，输也无所谓了，其实挺好吃的对，我觉得下一个奖励可能更好吃，石头剪刀布你们不要对我抱有希望好的，已经放弃你了看看，怎么臭臭的？所以这到底是什么？对啊、就是它不难吃，但是巨咸，你们抹太多了。哎，可是它有点臭，这是腥的味道。臭臭。这个上面呢是墨鱼汁。为什么要给我吃一个？我以为是。就是那个。臭臭的味道。墨鱼汁是那个活的墨鱼，然后把它的汁喷在这个上面的。我允许你们放回来的。啊！放回去吧。能吃吗？能吃能吃，但是嗯。你们没吃过墨鱼汁的意大利面吗？吃过，吃过，我没吃过，我见过，没有，但是我玩过墨鱼汁儿。你很特别，桃桃姐姐好厉害，然后这样蹭不掉。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下，接下来呢，还有你们团队战，要不要再挑战一次呢？要，行。这一次呢，我要进行喊数，你们要起立啊，就是我喊一。起来，就是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，或者不起来都可以啊。啊，然后听一下我喊的数字的人数，然后你们要
连续成功三次，连续成功就是一次都不能失败。对，成功的路上没有失败，而且你们要失败乃成功之母。对，跟我喊的同时，你们就要站起来啊！我会前面喊一二三给你们提示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听好了，一二三，一。我对不起大家吗？没事。这个没有游戏体验呢。没机会。下个机会给你。不行，我得帮助这一位。来，一二三，一。什么幸福啊？吃吧，这是给小狗磨牙的吧？啊，狗粮。嗯，这个呢是可以吃的土。土土，这个是白土炒制的零食。这是土，好香啊，挺费牙呀。可是它不好吃，一股土味儿。土如果就是土，我天天吃土。我们都是吃土少女。这是白土，吃出来一股芝麻味儿。我也是，就是越嚼会越香。对。我是仙女，我只喝露水，我为什么要吃土？不行，我的牙受不了了。很好吃，吃到后面呢，好吃是很好吃，会有那个土的感觉，就是沙沙的那个口感，有点牙碜。对对对，小朋友们知道什么叫牙碜吗？小朋友知道什么叫牙碜吗？好，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子，就是不好吃，硌牙，不是那种沙的粒儿。我居然吃土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饭了，我们可以吃土，对，我挺贵呢，这个是白土，算了吧，我们这是第四轮游戏了吧？对，还有第五的，对，那这样第五轮我也听说了，没有我的事儿，你们要分组，你们要重新分组，重新分组，我们这个强强不能联合了，我们这个强强不，我这个强通强不能联合了，我们强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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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这样分配的，来试一把，来吧，手心手背，我跟强强强强强中强联合了，变成强强强强强中强强强强强。这一轮他们两个先躺着，然后用腿来把对方给翻过去，看谁先等会儿对方翻过去。豆子已经先抽筋了，发现了，来吧，快点开始吧，勾好勾住了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哎，你别使劲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你们组还有谁啊？果果，都来吧，来吧，豆子，加油，果果，加油，开始吧，来，果果，我们俩先勾一下试试。你们要抬起自己的屁股，勾住，勾，可以勾住。这样天天就直接弯过去了。对呀，是。你可以再往后一点点。来吧，等一下。来。三二一，开始！
行卖电话那个小米出的吗？我能替你喝一口吗？小米可乐为什么是白色的？这个我感觉在游戏之前我和韩导掰了一次手然后打不开水。我来帮你。好，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哟！拜拜。